大家好，我叫林墨。今天呢，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书，书的名字叫做《解忧杂货铺》。可能很多人都可能听说过也看过，但是也有些人没看过。然后呢，我今天就先说明一下吧。这本书我为什么看呢？就是有一次我在一个 APP 上面偶尔看见了这个书的名字，我觉得这个书的名字写的还挺新意的，然后就点进去看了一下。当时只看了一章，就是第一章，但是我觉得看完第一章就特别想看第二章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我要读一个小短篇，就是来自于这本书的最结尾的地方，我也觉得就是这本书最重要的一篇吧。我觉得现在我开始念一下。信的内容如下：致无名氏。我这个老头子绞尽脑汁思考了你寄给我空白信纸的理由，我觉得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，不能随便回答。我快用了快不重要的脑袋想了半天，认为这代表没有地图的意思。如果说来找我咨询烦恼的人是迷路的羔羊，通常他们手上都有地图，却没有看见地图，或是不知道自己目前的位置。但我相信你不属于任何一种情况，你的地图是一张白纸，所以其实想决定目的地也不知道路在哪里。地图是白纸，当然很伤脑筋，任何人都会不知所措。但是不妨换一个角度思考，正是因为白纸，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，一切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，你很自由，充满了无限的可能，这是很棒的事情。我衷心祈祷你可以相信自己，无悔地燃烧自己的人生。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针对咨询烦恼进行的回答，谢谢你在最后提供了我这么粗糙的难题。浪迹杂货店。其实我也很希望有人能够帮我解答我的困惑，但是我觉得人生就如同这本书上写的，就像一张白纸一样，自己去书画吧。我是林墨，咱们下期见。